这是老板哈，告诉我说今天包那个狗不理包子是吧？一会儿呢，我就跟着。还是正宗的狗不理包子。对，都是狗不理的那个老前辈们，在这儿给包的。能吃到二十多年前的老味儿。能吃到二十多年前的老味儿。一会儿哈，他们去买肉，我就跟着他们一块儿去买肉去，看看他们买哪种肉包狗不理包子啊。我现在和这师傅一块儿来买肉了，看看买什么样的肉啊。看这师傅选什么肉，前膀子要前膀子肉。好嘞。哦，包那个这个包子要前膀子肉是吧？前膀子呢？最好要排酸的肉。你看啊，瘦肉基本上占八成，肥肉呢占两成。哦。很薄的膘。也不能全瘦是吧？全瘦的话，你这个包子汤汁出不来。哦，这个就是前膀子是吧？对。咱这包子都是现包现打馅。你看选的这块肉怎么样？这是选的这块肉哈，对，真好，嗯。这是我们那个今天主角葛姨从事那个餐饮行业哈46年了，在那个狗不理包子铺哈带出了好多的徒弟，今天咱就让葛姨给咱那个做一次这个正宗的20年前能吃到的那个狗不理包子，看看怎么做的。葛姨给我们粉丝打个招呼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我一眼没看见葛姨把这个姜搁进去了，这是我和那个马总上午买的那个肉哈，搁的是姜是吧，葛姨？对，先放姜啊，这得搁多少姜啊？这个啊，适量哈。那个比例数有。哦，先是用姜，先不搁葱是吧？不搁葱，最后再搁葱。不哦，咱们看一下啊。现在加的是酱油哈，对，嗯，酱油，拿个大擀面杖这样和馅儿。这个还是20年前老一开始带最开始，带徒弟时候，每人就给二斤馅儿，哦，一角，这馅儿酱为他们的馅儿，哦，啊，哎，搁多少？我说句实话啊。我们也是看着点，是吧？这经验丰富了，就是差不多就行。不可能啊，哪个都去掉。这一步就是该搁水了，是吧？应该打。您这水是什么水呀？这水应该是高汤水。哦，高汤水，那个煮的那排骨汤是吧？对。哦。高汤。这是一点一点的打是吧？对，一点一点打。啊。哎呀，我就现在闻出来香味儿了，已经啊。所以拿筷子都不行，就得拿这个大擀面棍儿，是吧？因为这馅儿有点多，这个人工打馅儿很累，很累的。很累，很累的哈，特别累。这第二次搁水。小狗子那前儿那个做包子，拿大擀面棍儿在打馅儿。一开始咱那前儿就1000多年，哪有机器？对呀，就没有机器。1858年嘛，小狗子那个。狗不理刚开始的时候，就是小狗子那阵儿，这不都是手工打馅儿吗？对对对，都是手工打馅儿的。这回我学会了这个最原始的做法了。馅儿搁多了，那打泄了。听了吗？他就吃不进。葛姨说了，要是一次搁多了，怕这个馅儿泄了。我让葛姨歇会儿，我说我亲自嚼嚼，感觉一下啊。安大姨也挺专业的，是这样式的吧？咱俩这个绞馅儿要用中孔的那个绞刀绞，哦，不能太细哈，太细了会就成了粥了。哦，取代一下，这绝对是老味儿的东西了。葛姨给我看着倒多少啊？小倒啊，行了吧？再来一点，没事儿，小倒。再来一点，嗯，对，行了哈，慢慢的绞。我在这实习好了以后，我回家给我们家人包狗不理包子去，让我老娘也尝尝。他闺女包的狗不理包子是什么味儿的？一斤肉打一斤水哦，大家记住这比例啊，一斤肉打一斤水。我和葛姨在这打这个馅儿，打了好半天了，我出了一身的汗。这个马总过来以后一挑，还说不行，还得打馅儿，还得打水。你看这还是大小伙子哈，有劲儿啊。所以吃上狗不理包子贵，可能是有它的道理的。现在这马总正在给打着这馅儿了，我刚才打了一会儿啊，加了有6-7次水，我现在大汗淋淋的，看我的眼睛这汗都要把眼睛给迷住了，挺不容易的，做这馅儿打这馅儿。
和到这种程度，搁一就行了，是吧？这就行了。哦，那现在就得搁点搁什么？搁盐。哦，搁味精，搁盐了哈。哦，我刚才那搁味精我没拍到啊，盐味精都放完了，嗯。看葛姨现在正在腰面了，葛姨用几斤面呢？这是，我现在和的是四斤面。哦，四斤面，现在也到关键的一步了啊，和面也是很关键的。哎，葛姨，就这一斤面搁多少酵母啊？一斤面搁一钱就有五克。哦，一斤面搁五克是吧？一斤面搁五克。哦，好，记住了啊。这又加了点糖，又加了一点碱哈。就我跟您说啊，一斤面搁五两五水。哦，一斤面搁五两五水。嗯，哎，葛姨，这个面它要有要求吗？是中筋的、高筋的还是低筋的？中筋的。中筋面哈。哦，今天这个包子哈不对外卖，这是专门为咱们网友做的这一期啊。那个什么，所以大家认真的学一下。那在家里要是揉好以后发多长时间呢？20分钟半小时就行哈。来了。哦，不能太长是吧？不能发太大了。哦，省一个地儿啊。半发面，半发面。嗯，葛姨，您这是嘛呢？把香油倒在葱花上是吧？啊，油包葱，叫油包葱。对，就没有那个臭葱味了。这个。哦，葛姨刚才把那葱已经倒里边了，都和上了，我把那镜头给漏下来了，你看看多遗憾呢。这香味儿，香味四溢呀、啊！哎呀，真好闻呢、啊，都分成盘儿，嗯。现在不是拿这个馅儿好打馅儿哦，搁这里头，拿尺子往架上哦，嗯，对对对，你看多专业呀！现在这样包行吗？我们这架就太发了。哦，架太发了还不行。经过啊，对。那我们要在家里发到这样，也得揉揉它，是吧？对对对。把那空气都排开了。您这还得压一下，是吧？对。看这面啊，一点里边也不能有那个气泡哈。我压了它就这样。啊，不能有气泡，嗯。我头一次看那个擀面棍是用两个一块擀的，两个棍儿。看看葛姨这手艺啊，够大的，不小啊，挺大的。哦，是啊，是马总给捏是吧？给捏，这叫生。看那小朋友。六楼啊！看这小包子漂亮吧？你这个面能？我刚才数了数这包子，一共是21个褶。葛姨说哈，标准的是18到22个。行。水开了上屉。葛姨。咱上屉了，蒸多长时间呢？5分钟。哦，5分钟就可以了啊！时间到了。太急了吧？哇，真漂亮哎！好漂亮啊！葛姨包的这个葛五里包子终于出锅了，我得尝一下这个包子啊！嗯，终于吃到20年前狗不理包子的老味儿，真好。里边还有汁儿，哇，太香了！我回家一定按照这个葛姨的这个包法，我回家练练怎么包。哎呀，真是这么多年都吃没吃上这么好的这个狗不理包子了。价转更好，一看没了，剩给潘的，里面还有。哇，太幸福了，幸福感爆棚啊！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。喜欢恩娜姨的，给恩娜姨长按点赞，来一个强烈推荐。谢谢大家观看，再见。